一说起诸葛亮，大家想到的绝对他的政治标记马桶盖的锅盖头啊。其实大家很好奇啊，这头发看起来又黑又亮又茂密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艺人张韶涵还有他的好友江蕙、珍妮特别为观众来验证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好帅哦，动动冲。怎么？张韶涵戏弄朱大哥，互动逗趣，越聊越大胆，甚至直到诸葛亮十年不变政治标记的马桶盖。啊！不过大胆的不止张韶涵，连二姐江蕙也没在怕，因为和诸葛亮秀场搭起的深厚友谊，她可以这样做。公办，你给我搞办。你啊，你有空买，你空办。头发整个掀起来，连陈雅兰都吓一跳，赶紧拨一拨。不过接下来这个同样不客气。天后江蕙是这样掀的，哦没有，你这样给他看。歌坛常青树珍妮也来扯一扯，拉一拉，看看这马桶盖是不是真的。大家都爱在诸葛亮头上动土，因为这头油亮乌黑的头发可是他注册商标，保养更是有一套。没有润丝吗？润丝有啦，没有润丝会抽抽啊，还会打结啊。已经60几岁还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，少染不烫，这就是诸葛亮最佳护发妙方。